我的水，你不可以喝。晚上好，哈吉老吉米粥，晚上好呀。我今天已买晚餐，刚刚姐姐去接 Buno 宝贝洗澡，然后呢顺便帮我买了晚餐，然后我今天中午呢吃了好吃的拉面哟。今天很乖，我这两天特别乖，这两天都早睡早起哦。拿一包卫生纸，晚餐在外面，我还不都，我饿到我吃不下，我的后面很凌乱吗？有没有垃圾？嗯，没有。等我，我去拿我的。哦，我刚刚说完啊，我要拿我的卫生纸。宝贝很乖，嘻嘻。晚上好啊，有换过床单？对呀，但是我的房间依旧凌乱。想要把我这个放在别的地方。德全晚上好，可乐丸晚上好。我不是，我上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啊？你记得吗？上礼拜吗？是哪天？礼拜五对不对？是不是礼拜五？吃过了，我刚刚吃了那个，我今天还没，我今天中午吃了拉面，我好想吃拉面。然后呢，我又懒得出门，所以难得那么早可以。然后呢，我刚刚又点了，不是，姐姐刚刚帮我去买了好吃的便当。为什么我的剪刀不见？是今天礼拜二。这代表你洗过头了，对呀，是不是很乖？因为我的好姐妹今天终于要来找我了，
那拍线拍照发线动了，你说今天吗？可是今天没化妆，这几天气色不太好。我礼拜五就是那个月月来嘛，就我痛到今天，而且是那种无敌痛，腰超酸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几天都一直跳舞的关系，至少不是下礼拜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下礼拜？谁蹦蹦有把二锅头带走？他的二锅头还在这。今天说，哎，请你带走你的二锅头。这个叫做二锅头吗？这是二锅头吗？你们是在说这个吗？他到底为什么要买二锅头啊？哦，还好月月，对啊，希望下礼拜一定。哦，对哦，下礼拜就是，拜托，那是二锅头没错。所以今天哦，我还你是不是生病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得出来哦，没有生病啊，只是月月来。是不是气色不太好？我画了个眉毛，那把灯开大一点，是不是就皮肤会亮一点？因为你准时开，切，还以为没有，是因为我今天我这几天就缺席，是因为我这几天都有乖乖睡觉，乖乖起床，我这几天都十二点就睡着了，然后早上八点多就起床。好健康哦，不然你以为我做，还以为你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呢。就是睡得够饱，希望我可以维持久一点。找到一个双眼皮贴，在哪里？会选给你们看我的四连拍，很可爱。哎呦哎呦，这是我对不对？嘻嘻，我跟我的好朋友。这个可以给你们看，这个给你们看过，我都贴在我的墙上。这个是哪只咪？品涵、思雅、思源、阿杰跟我啊，干嘛啦？小胖不是那个，不是小胖，小胖是很大一张贴在这。嗨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你干嘛一直吵我啊？你一直吵，你很吵哎、欸。电子档不知道去哪里，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。可是我看起来也不像。Hello， 黑杰克，晚上好。叫都不行，有没有猫犬？你喂也饭也吃过了，饭也吃过了，给你玩逗猫棒也玩够了。今天一整天都坐在外面陪你玩，你还要怎样？你还要一直叫？嗯、你多爱我啊，你是不是很爱我啊，七哥，你是不是很爱我啊，你别跑啊，你回来，你这个是吊猪肉，吊猪肉，嗨、嗯、那换我去睡觉了，你今天换你没睡饱吗？你都没陪我玩，你是我的吊猪肉吗？不，你不是，七哥只是爱说话吧，他真的，哎，为什么我的那个，等一下，我的手机又滑下来了。哎，好乱的抽屉哦！你太狠了，从拉伸之后。
出现吊猪肉，明显是个狠角色。吊猪肉，但他还是爱我。胜利的微笑，还要整没有，就是把乱乱的东西放放干净。这样讲很好笑哎，就是呢，把乱乱的干净，不，乱乱的东西就是塞塞干净。塞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，塞到你们看不到的地方。GU 跟 Undercover 联名的 T 恤，这件吗？是我在 GU 买的，它是跟 Undercover 联名。什么 Undercover 是什么？我那时候看到是这件吗？我买来当睡衣穿呢、欸。我是不是后面那瓶原汁还没？原来这件是联名的 T 恤吗？我现在也穿这件，真的吗？那你要拍一张照片纪那个。我那时候看到特价的时候买的，因为我也想要有这种长袖 T 恤当我的睡衣穿。GU 现在还有这种长袖 T 恤吗？有的话，我觉得要去买个十件来穿。但是深红色，哦，深红色的感觉很好看，不可能这么有默契吧？对吼，特价吗？对，我那时候好像是看到他在特价买的。我想要把这个吃完的药剪掉。哦，我找到了，这是我的过敏药。跟你们分享我的姑姑，晚点发 IG。好，可以要记得发给我看呢。那瓶饮料拿来，我有新的饮料，我有新欢，好好入客。大家去 GU 买长袖 T 恤，有机会跟我撞衫哟。但我只有这件跟一件素色的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GU 现在还有没有这种长袖 T 恤？我真的好喜欢哦。我的姑姑去了那个冲绳玩，我请他们帮我带那个1V1回来，他们竟然说全部卖光哎、欸！他们竟然说架上任何。1V1的就全部卖完，肯定是大家太久没出国都扫货扫光光了。他是我的月月好伙伴。太夸张了吧。对呀，都还没有机会出国，我也想出国玩。那买 2V2不是这个扫货状况，对呀、啊，是全部的，就是只要是 EV 全部卖完嘞，大家去放假都扫货 EV。优尼库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认识，我没有排行程，没有排行程出国哎、欸，没有。还没有那个报复性消费，看来这就是看来，如果大家要出国的话，要小心荷包了，会不小心整个消费。打算在国内，对啊，还没有，目前没有出国的打算。哦，应该目前没有出国的预算。不是没有出国的打算，有是有的，就是没有出国的预算。我不出国就快要破产了，该不会护照还没有过期？护照应该还没有过期吧？啊！我的水！讨厌，我要去装水。卖券变现。这次过年呢？哎，我过年哦，没有哎，我过年这次待着，这次过年没有飞机，好想回新加坡、哦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阿姨搬去马来西亚了吗？
叫他才懒得出去装水耶，没呢，他什么时候搬的我也忘了。所以现在去，如果要去新加坡的话，就会变成说没有亲戚了。可新加坡的反新加坡要住，简直是非常之不便宜啊！新加坡真的非常不便宜，可能之后有机会看我头像。这是谁？你的头像是竹宝宝吗？还是七七？这是谁？乱认人，是七七，好可爱哦！物价什么没有亲戚，只是探亲要从的，就是对对对，要从新加坡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上一次我去的时候，阿姨有说，她说：“哎，马来西亚有。”他那时候还在新加坡，他说马来西亚很好玩的那个什么是乐高乐园吗？那时候我想说没兴趣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开始迷乐高，结果我现在超想去的，我有过想去，下次画你的好呀，那就去马来西亚。对啊，但我不想要来新加坡的房子比较漂亮，但是新加坡的房子现在没有泳池，但是他们现在去马来西亚变成那种独栋的，就没有游泳池了。有乐高，对呀、啊，好想去啊！嗨，提哥，干嘛呀？干嘛？我快要生气了，我快要揍你了哟！哎呦，我的，真是不是快要气到疯掉？但是为了乐高乐园，我会想要去，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游泳池，住一艘船那间。我有朋友在新加坡对啊，搬去大马就快闪吧，新加不是新加坡，不是四周年结束也还是挺忙，那个空档上半年的空档好像已经没了，下半年就不太知道，就最近期啦，近期好像还没有很长的一段空档，还没有想。也是想把自己的腿打断，可是我没有去，我那时候还没有去马来西亚，那时候是在新加坡，但是阿姨说我们可以就是一天来回这样子之类的。上班打算去一个月吗？没有啊，之后要开学了。有啊，我又买回来耶，那个卡鸭妈妈超喜欢吃的，我那时候去新加坡我每天都要吃那个早餐，雅坤早餐。怎么又在聊新加坡了呢？你说你十九号开始，我忘记是十九还是二十还是二一，两天都没有要去哦，握手，哦三月再见，哈，好吧。对，雅坤真的好好吃哦，我现在每次点那个叫做什么，那种温泉蛋啊，可以单点温泉蛋，如果叫外送的话我绝对会点温泉蛋，然后呢我就会自己加酱油跟那个白胡椒酱，谢谢吉米粥的啾啾米，不是溏心蛋，是温泉蛋，下次还是会忘记，我就再讲一下。你真贴心，你是不是有跟我讲过？你好像从很久以前就有讲了。还在开学，当然，今天可以揪我。今天可以揪吗？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今天不对，是昨天半夜的时候。我要转账，你们是我的 Google， 我要用我的银行账号转去我的邮局账号，但是他说什么转充是什么意思？转充，他就不让我，他就是不能转的意思吗？对呀、啊，因为我
我要把我的钱钱转去一个我比较不容易花钱钱的地方，不然我怕我要存钱啊。你转多少钱？转不转充就是那个，这是对吉米周说的。为什么不能转？是因为是邮局卡的关系吗？还是是因为晚上不能转？还是是我自己不能存到我自己的银行？可是我自己不能，你转给我，帮你保管好吗？金额太大不给转，我没有转很。账号密码和提款卡给我，好危险哦！你们是诈骗集团吗？你们绝对是诈骗集团。系统账有时候账户可能是因为邮局过30000哦，哈，那我可以转两笔吗？充转。反正他就是对，就是类似什么的，反正那笔钱就是没有成功转出去，又回到我原本要转账失败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哦，不能转超过30000。哦，那我要转，那我就分个几笔转这样子。听个阿姨怎么了？Hello， 小宝贝，你想我了吗？你要我讲话吗？你要跟我讲话吗？我只是在敷衍你而已，你没有必要走过来吧？转，对，我的账号是，所以是因为金额太大吗？敷衍，要先去刷本子才行。那我要转一次，一天合计不得超过，不是我账号没有敲错，那我等一下转看。突然最近在学习存钱，我发现我不能把我的钱全部都放在同一张卡里面，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可能这个月就是正在维护中吧。会花光，对，我会，因为我不太会，就是我会，对，我不会记账，直接笑到无法打文件的，系统会维修，他可能是在维修啊，我没有那个存钱，我没有，对，我要乖乖存钱，不然我真的是都乱花。存是用 app， 对，不，你一定是金额过大，我真的没有。金额过大的话，我现在可能就人在国外。小笔的存钱，你的钱都买乐高了吧？20000美金吗？谁要转20000美金给我？我的账号是。00啊，我的这个不是打出来了吗？太大根本就不能转，是不是因为我在大半夜转？大半夜邮局不能转，他怎么知道我转错账号？搞不好我转到别人的账号里面去了。
是那个时间系统。嗯，有可能。想说他可能看到是你，然后怎么可能你会突然间吓到？查无不是，是他说，我忘记他说什么了。他是说，哦，好像，可是嗯，我也不清楚哎，我也不记得他说什么。哦，我找到我的这个了，前几天找不到。系统正在 OK， 转个。只能转给我。Hello 阿呀 ，Hello 阿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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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鹅阿鹅，就转成哦。怕打错文件，我果断放弃不打，请乖乖打文件好吗？我把我的红包钱钱都存起来。我想我要把我的红包钱钱都存起。发红包给你们。转入银行。对呀、啊，我还可以领红包哎，好开心哦！我希望我到40岁都还是爸爸的小宝宝，我就可以一直领红包。我不要长大，我要领红包。拒绝长大，我还想要继续领红包，可以不要长大吗？宝宝的红包，谢谢包包，我都有抢到，每次都我没有看到的时候，就有转充出现。至少你的钱没转消失回到你，如果转消失我会哭哭欸。如果转消失银行会什么理赔之类的吗？假如说我不小心打错银行的话，银行会负责吗？告白舅舅还会包给我，这么好哦！那看来我也是到60岁都还可以领红包。谢谢代发，这什么那个幸运小小礼感觉很好玩。所以银行不老在做梗刮圈吗？哦，那假如说是自己太笨重太笨的话，然后转错账号呢？谢谢告白气球。因为是你自己打错的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。啊，
谢谢带巴的紫色泡泡，好可爱哦，那个紫色泡泡。天哪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连这个都可以打翻？浪费了我的。我睡着了，嗨，小吴，你累了？累了，赶快去睡觉。瞪着大大的，怕会转丑。我在等你的反告白啊！对好，可是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，我赖皮。好了，谢谢耳机宝宝的告白气球，告白耳机宝宝。他要带爸的温手礼，温手礼，温手礼，耍赖耶。啾啾你不见了，低头的真是时候，头头不能乱动哎。玩手里，啾啾你，加加油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乱动的，是被哥哥的手打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下次上啾啾我就这样。好邪恶哦！我找到了防啾啾了。然后就再试一次，还十天，还顺利，还顺利，就是偏繁忙。谢谢，谢谢啾啾。打翻了，没有打翻，就是我的那个保养油一直漏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，这是我的宝贝。这是在哪里买的？我都懵了。之前在迪士尼买的吧。然后细胞还是我的，哥爸舍不得拍地，我是虽然我很不开心，但是我怎么舍得拍掉你们送我的礼物呢？这下惨了，狗狗知道，嘿嘿，水晶球有鹅，有鹅吗？这才不是鹅呢，这是我的奇妙仙子。难道又是 Tiga 的锅？不是我自己的锅。这样讲好好笑。然后我真是太聪明了。我自己的锅，然后换一个全白的床单，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上次看 IG， 你为什么不传给我看？还你的锅，哎，梦到自己在海里面啊。
没有啦，我乱讲的啦，开玩笑的，我就是换床单而已。你是海绵宝宝。禁止乱造谣。你真的不怕？你小心一点，离三月就不远。的时候照样，对嘛？你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一定死在我前面，就什么都不怕。你们怎么这么喜欢啾啾我啊？是不是我的脸颊很好啾啾呢？啾啾，谢谢耳机宝宝的啾啾，我好喜欢呢、哦，太喜欢了，真的真心喜欢啊！物理揪吗？警察杯杯就是这个人。所以握手会比较脆。如果是我，如果没有板板的话，我的脚是长在外面的话。你们真的很喜欢送啾啾你，哇，我太喜欢了，啾啾，谢谢，谢谢啾啾，你有看到我笑得很开心吗？太开心了。来了支援。你们真的是调皮捣蛋啊。你这皮笑着不笑？有吗？我才没有呢！我跟你们说，我那天看到蹦蹦，他分享他分享他的那个，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，床尾那个是什么？床尾，床尾，你说我的小不是啊，这是我的猫。跟我的垃圾，我的垃圾桶，不可能吧？谢谢啾啾你哦，谢谢马吉二号的啾啾你，不可能有新的啾啾粉吧？谢谢，我要欣然接受你们的啾啾。我要看血流成，不可能是新的啾啾之乱吧？谢谢，谢谢啾啾你哦。黑小青这次不来哦，是吗？我跟你们分享，我要跟你们分享了，你们先不要揪我了啦。我那天看到，哎，我的那个。在这里，那天我又看到蹦蹦分享了一个影片，他就这样子，然后这样烧了大概不知道几秒钟，然后呢很开心的放进他眼皮，然后他这样放过去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要被烫到，我快要被他笑死，我还问他眼皮有没有出事，超烫吧。
没有，是真的真的真的有用，但是大概就是探个这样子三秒钟，而且也不要离火太近。然后呢，你用之前你要再挥一挥，然后这才夹。我之前刚开始用的时候也有被烫到过了，但是呢我超害怕很烫，所以我就这样轻轻的这样放靠近眼皮，就感觉到它有没有热度。它如果感觉很烫的话，我就会立马抽开，因为我真的超怕烫。就是我连弄火锅，就是我连要煮肉的时候，那个蒸汽放到就是到我手上，我都会觉得很烫。然后那天我就看它烧得很开心，它烧完之后它就直接放在眼皮上，它就直接要这样靠近，然后呢它直接一个被烫到。我真的太想给你们看那个影片了。这招有用吗？嗯，还蛮有用的，我可以示范给你们看。结果等一下换我烫到，我真的很害怕。然后你要这样挥一挥，然后你就可以夹了。不会，我现在是那个高手了。其实是那时候化妆老师在帮我们夹睫毛的时候，他也这样子用。然后，哎呦，我就偷偷计算他大概烧了几秒钟。有吧，有翘吧，就是好像是可以撑比较久吧。单眼皮烫成双眼皮，真的，它可以维持比较久。眼皮就熟了，没事啦。我忘记之前是不是蹦蹦还是谁，反正只要是女人就是总是要被烫过几次。是成员吗？还是是谁啊？哦，对，现在有那种烫睫毛的。现在有那种烫睫毛的跟就是自己会发热的，以之用火。 Hello 草莓酱， Hello 季风亮。夹歪了，为什么点点点？我觉得如果夹睫毛要翘的话，就是你要夹最根部，就是你要贴着。请问现在在场有女人吗？人家那边教一群男人夹睫毛吗？你们也想尝试夹睫毛吗？就是你要这样子夹，你要这样子夹。有没有看到吗？就是贴着眼睛夹，但是千万呢，就是要小心不要夹到自己的肉。我以前夹睫毛的时候啊，我就是很用力的按下去，结果我直接狂流眼泪，因为我夹到我自己的眼皮，超级痛。好，那这样就翘翘的了。但我通常夹睫毛会夹个大概七七四十九。七夜怪谈，你国子呢？
化妆还是补妆？没有，就是突然想要你，不要伪装美人就把我当男的好吗？你不是说你不化妆吗？是你跟我说的吗？我记得明明是上次我在化妆的时候，你说你看不懂化妆，但是物理上我是女的。那你可以学习如何假睫毛，我教你。TP 有很多假睫毛大师，我很喜欢 Lacy 的睫毛跟韩寒的睫毛。我心里像是你的，没有问题。然后你有的时候夹睫毛夹一夹，就是会呢有那个眼睫毛掉进你的眼睛里面。尤其是腿腿，你不喜欢我的睫毛吗？我夹起来就可以变成女生了。快点，大家都来学习如何夹睫毛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不要。有翘吗？我睫毛太短。翘，中离一下，去哪里？不可能，我讲夹睫毛就要中离吧？我夹完了，请勿中离，太漂亮了。你们感觉就是，嗯，虽然我看不懂，但还是一阵吹捧。我只要碰化妆品就没女生的事了，后离。对啊，对，我看不懂，但没有要吹捧，应该是要去洗澡。还要洗啊，小气。那当然，怪物般的长的话，就是阿姐。没有，我夹好了，我只是。手痒，我化妆的话你，那我可能会变成你的粉丝哦。我就会去当你的粉丝。那你去他的握手会，嘿，粉丝一号留给你没有问题。小硕发个先动吧，你也要转推了吗？吉米粥，阿姐的，他的是妈生睫毛好吗？他的睫毛真的是条件超好。她的睫毛超长，超漂亮。然后雨林的睫毛也很好看，她很会夹睫毛。
但是林杰的睫毛是真的长啊，又多又浓密又长。他就算没有夹睫毛，你可以看到他的睫毛就是这样，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，非常之好看！哎呦妈呀！我上次你看哪有？我才没有呢！我看到我会更开心。你说睫毛，没错，睫毛，睫毛长度是不是跟腿成正比？有哦，有可能，差不多。有些人还要用两个，一个，有些人，哦，对，我觉得好麻烦哦。果果的腿对我的杀伤力比较大，真的吗？结刘海，对哦，结现在也没有刘海。感觉不是很，是不是很母汤？母汤哦，德全。啊，好痛哦！我已经是腿控一族了，有这个迹象哦。难怪我都没有睫毛，腿太短。我握手会要侧，没有啊，你正面就可以看得到。如果有画睫毛的话，就看得到。需要寄给你吗？为什么有很多化妆品 sample？ 小果果的国刘海。我肚控，肚腔，什么？肚腔？原来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呀！我上次化妆你们看得到吗？上次睫毛很好看，没看到吗？我是没在，我的推表一字排开，好像都是长腿跟蜜大腿。是竹吗？竹宝还有七七。现在都没了，不喜欢。我现在也有刘海啊，这个就是我的刘海，你看，不一样长，这是我的刘海。握手的时候要把果果拉进到板板前面吗？为什么？耶！我有那个掉那个开心，合照会可被踩吗？合照会可被踢飞吗？不是，合照会可踢飞吗？总会长大啊！看腰的也不少。哎，我最近有点小腹肌耶，真的是腿控。强迫坐椅子啊，真的？你想练？没有，我最近有一点小腹肌。仔细看我睫毛，我会贴在那个前面给你看我睫毛。这次还有板板吗？说过那件事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可以仔细看你的哦。你想练腹肌吗？我都练过了。长腿，长腿，长腿。在 Sephora 公司，我要 sample， 我要一堆 sample。 有一条线吗？任何小屁股了，现在不知道有没有，刚吃饱，也没有刚吃饱。那腿腰腿哦，其实我很喜欢韩寒的腿，我觉得他的腿是很，就是我没有很认真注意过其他的。我是颜值控，我很喜欢看漂亮的女生，漂亮的脸蛋，
我喜欢面面的腰，我觉得面面的腰很好看，面面很好看。这样脆粉丝会更有力，那得练大腿吧。我是爱国者飞弹，什么是爱国者飞弹？我这次就都没买了。什么 ？Hello 和飞料，早安。腿哦，憨憨，他前面对，但是因为我比较少注意到佳丽的腿，但是我觉得憨憨的腿非常好看，就是很直，然后又很匀称，很匀称是这样说吗？你有冰块盒吗？我有冰块，你有盒子？我没有冰块，都是可以想象的。我不知道我的是不是最长的，腹部开始，然后再练大腿。还有谁啊？突然好多人。对呀，哈喽，今天很多人。还好我有画眉毛，但今天没有化妆。看起来最好吃，最好吃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提醒我一次。有点肉肉的，甜不辣手，甜不辣好吃。我现在目前让我想要想，有点难想。但是忘记了。哦哟，我没有忘记，我只是不知道是什么。不是，你再跟我讲一次。赖皮，在网上的曲线，可以跟你们分，我就喜欢你赖皮。我自己喜欢面面的，面面的，面面腰很瘦，很好看，切换身材，切换身材，那竹轮身材不错吗？那下巴你喜欢谁？下巴，我选我自己，有你瘦，不是面面身材很好。这次我不会出现吗？你忘了吗？你有跟我说你不会出现？有，我真的有记得。才姐的吧？我承认我粉丝最近开超大。狗狗的一切都棒棒的，谢谢。还有谁啊？我想一下。可是只想得到 Daisy 的比较多，小迪吧。啊哈，身材很好哦。酒窝喜欢谁？喜欢我自己，喜欢思远的酒窝。你有，我有印象，你有讲过。喜欢呱呱，儿子，谢谢你的脑，活力是蛮很好，才能我自保哦。你自保什么？我再看一次。谁有酒窝啊？团体里面啊，小慧，还有吗？还有谁有？喜欢小果果，
那大果果呢？因为我没跟你讲过，好幼。Hello， 晚安，茶茶。抹茶抹茶，大小是怎么区分的？什么大小？酒窝吗？我刚刚在说什么？喜欢现在的果宝贝，谢谢。古灵精怪的果，好像是从的那个，啊，什么意思？现在的太皮了，所以是说以前比较不皮吗？嗯，值得，值得，值得思考哟。为什么以为？不知道，因为我就不会玩啊，靠的是第六感。两个小狗狗怎么笑？我现在我有点肚子空空，但是又吃不是很下，吃不是很下，又不是吃的很下。大，我觉得不是，就是女生看的身材跟男生看的身材是不是不太一样啊？你真的赢了，以前比较老实，所以我现在变聪明了，我喜欢。握手会很怕你听不懂我，并不会好吗？我们之前不是握手会就见过了吗？为什么会听不懂你的话？我比较怕你们听不懂我的话，现在变心机了。这样子是称赞的意思吗？还会我想要血池。讲意大利文啊，不可能。还是说你要讲日文吗？那我可能就是对，因为他在聪明国了。不敢不敢。真的吗？我变聪明了吗？够肤浅吧。蛤？什么意思？我自己喜欢，不知道，我没有很笨呆的部分嘛，很想跟你们分享欸，但是不是越聊越奇怪了？如果是笨呆，我觉得很难欸，应该是海贼王的娜美吧。天哪，如果真的是娜美身材的话，你不要每次玩完才说要血池的啊。我每次玩就觉得我可以我可以，结果我根本不会。笔记，男人们都喜欢娜美身材，那那个谁呢？女帝身材呢？笔记，我一直以来也都不会看脸色跟眼神呢、啊、女帝更棒。我觉得那时候柏林很好笑，那时候他第二次要跳狼的时候，大家就觉得这人肯定是在说谎，是靠第六感的。我还要再好好的，小脚脚怎么那么可爱？哇，这个好长哦。为什么你有个甜甜的爆米花的味道？期待有一天cos 女帝，太困难太困难。
会痛是不是？嗯，会痛是不是？哇，不要咬我了！你饿了？啊，好痛啊！给你看一下，然后再让我看一下，为什么常看到你想被踩？哦，被发现了。你看你的指甲飞超遥远的，提哥。剪短了，给你们分享我买的新扫把，那把蓝色的已经是往事了，其实还可以用刮的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要刮什么。我也要先下线了，我放松一下就到今天了。不要，别走，不，你看镜子都难过。开玩笑的，快去休息吧。上次玩狼人杀已经是十几年前，哇哦！第二天握手会，不可能。他们该去看书了吧？好的，请乖乖看书，不打扰了。那我也下了，不允许哦。最喜欢罗宾，不是这个，插错了。听说下周六要吃的吗？哈，有我吗？我们也要补班吗？下周六我们开学了吗？没有，还没。嘿嘿，我要去打文件。对吼，好啦，请快去。因为身材是吗？不是娜美跟罗宾的身材长一样吗？你为什么偷走我房间？可恶，被发现了。我打算巧去 TTP， 是坏蛋。果果何时开学？20号那一周，但我忘记是几号了。不过我的是白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有一只红的呢，直接上班。哦，对耶，我们学校是下周一。你是大学吗？不，这是大学吗？那没叫小。那个谁呢？最近有什么？你开封？对呀，你都晚上，我没有，我拿它来看剧的。什么其他都走歪门邪道，邪门歪道，白的才经典呢、啊。哦，有白的哦。我的 PS5， 没人喜欢乔巴的身材，我喜欢。叫明瑞。哦。啊，你们是喜欢那种非常养眼的那种，还是完美的那种？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宝贝追剧是美剧，我都在追美剧，最近在看一个叫做《母女姐妹》，好像我已经看完了，然后就没得看，反正刚好也开始忙了，就是没有在看什么剧。我就是吃饭配着那个《菜鸟新移民》，真的好好看呢。我只喜欢国宝贝，这个吉米粥肯定是水滴型的，这么详细。水滴型是哪一种啊？我都还好，很难，所以我只喜欢果果。看来你们都是情场高手呢，我是不会被你们的甜蜜油那个甜蜜油腔滑调骗的，哼！我喜欢泥宝珠柠檬，那是什么？
看整体搭配。经验型还是耐看型？我的重点一向是双毛。经验型还是耐看型？你们是在说脸吗？你不知道就算了，那个位置有就好。很好笑，好有趣哦！我要笔记起来。男人们的喜好。那你们喜欢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？你有过微信？是小吴刚刚聊到的，只要没有小象都喜欢。长头发，为什么我很诚实，推的都不同型？是没错。今天多少笔记？以为是穿搭，屁嘞！所以你只要有穿，只要有穿就好。你真的熬不过去了，也想把锅甩给其他人，我也不同行的。你们都是花心大萝卜。U.S. government 的考试的课要考试，希望可以一次考。重点是脸。你刚刚被果果陷害了，我不是，我是女的。结果因为我从来没有152，好不好？我那时候选的时候就16多的，152到174，楼下最花心。楼下是谁？你不要害我直播间安静哦，揍你！是大剑，是花心大萝卜，一五二哦，是思源吗？思源思源，他是认错人。跟花心没半点关系哦，你伤透了我的心。小宝贝儿，小宝贝儿，我看你的指甲。你今天怎么那么脆弱？退回衣服不准哟，不允许。果然是认错人了啊！什么谁认错人？一只乌乌说不出，我说不出话来。退更多，你老婆160，没交过170以上的女友。可是我认识很多，不是我认识的，就是我的同学他们都。很认识很多女生很高，像蹦蹦他的大学同学就是好像也是跟我差不多高吧，还好没问我老婆是谁，因为我记不得第一个碰170的偶像。哎呀，品涵是154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是哦，我在跟你们乱回答。嗯，好像是蹦蹦16，蹦蹦还蛮，他算是高的，他是165。欸，我很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你们看女生的身材喜欢看前面还是后面？所以我很珍惜果果的呢，破170的漂亮好像真的不差。谢谢果果，之后应该不会再加推了。老师真的吗？看整体。那我跳过这一题，因为钱包不允许。请不可以转推，我都看内心，一个比一个会回答，当然是看正面，真的、啊、应该钱包不用转。然后我的心也不止，心已满，喜欢看腿，但我有朋友很重视
太，哇，那要达标感觉很困难。分钱，你们喜欢看背面，你们喜欢看脸还是看头颅这样子？我的答案有参考价值吗？有啊，前后这种，女生第一眼看正面，男生第一眼先看背，什么意思？看背后容易被长发的哦，对，看头油，是不是有什么误解看脸？那我知道脸是你脸很好，脸很漂亮，但是身材还好，跟脸不是你们的菜，但身材超好，你们会选哪一种？你还不如问喜欢还是 back？ OK， 我们看起来像那种肤浅的人吗？脸，瞬间的念榜，为什么？我都看女生银行账户，都看她有房，她有没有房，有没有车，找的老婆，真的都找的老婆，老婆们吗？我老婆脸跟身材都，你老婆是谁？我就好奇了。像是喜欢身材普通，我可以。美国的 rap 都听腻了，那你最喜欢听谁的 rap？你最喜欢听哪一首歌？最近的。做预估看危险性哦，我很诚实哦。练身材可以练，这也都不重要，一切都是那个。练我第四等念榜，好。那你呢？我两个都要，我都看，一定要平衡，比例很重要。所以果果喜欢。都很喜欢，要选一首很难。那美国的饶舌歌呢？那可惜了，我是胖子。个性好相处也很重要。我喜欢看漂亮的脸蛋，其实有时候都搞不懂女生的正面跟。真是的，不过真的有些女人属于被杀手就是了。你是28还是19？哈？什么？谁会从背后抱人呢？你知道我上次抱祖祖的时候啊？我才发现说，原来别人抱我是什么感觉。因为爸爸每次抱我的时候是很冷静的，会背后抱女生啊。真的感情有交流的话，哦，有啦有啦，面宝宝喜欢从后面抱我，他喜欢讲宝贝。还要一直背，他说好像在抱一个骨头哦，这样子。那时候抱猪宝贝的时候说，嗯，宝贝你也好瘦。初中的时候，有七七那些饶舌歌都是我朋友，嗯，背抱可以摸肚，会啊，还蛮长的。什么？我们在聊什么？很甜蜜耶，我看你是不懂哦。就是搞正面的时候啊，没有尊重哎、欸，很多偶像剧会，我很讨厌看偶像剧、欸，
二头身还是一头身？你是布鲁克吗？下次抱着他下巴，背后抱很浪漫，还是抱的人是骨头？女孩子不是软绵绵的吗？得势后就被摔，非要抱的有啊？原来原来，我一个过肩摔，谁要是从后面抱我就过肩摔，哈，是吗？是摸肚不是？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下巴摆在你的肩膀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不会。以前他喜欢瑞，他都会，现在换我介绍。我喜欢一首歌叫做 Move On， 是最近前阵子听到的。K.O. 场外就是当当当，当时用得势后桥被摔。我很喜欢哦，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子抱着人家，因为成员们通常那个身高就是很适合这样，然后呢那个我的头都可以放在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就很可爱。尤其是那个张雨林，我要试试看再回答。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，但是你太大只好吗？白骨精，不要霸凌我宝，哪有啊？我宝很可爱，好，那才是我宝，我就会这样子。一万点暴击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好像都刚好可以让你放头诶。最喜欢应该是，应该是我在评价，他是我的宝，谁都是你的宝。你可以刚好让我放头，敢在我面前抢，完蛋完蛋，西南跟大家要吵架。他有问我在听什么歌，真的假的？那他喜欢吗？你们要决斗吗 ？Hello， 黑杰克，你也要加入吗？我先买好凳子，我先准备好爆米花。他摸过很多，这边很多需要出镜。以下开放强果果，啊，不行啊，我是 Tiger 的 ，Tiger， 不是，他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Tiger 说不一样，你是我的对不对 ？Tiger 说对 ，Tiger 是 ，Tiger 是我宝贝，好不好？健身完再使用 ，Tiger 你是我的对不对？哎呦哎呦，好了啦。别跑！你别跑！每个都看你，都把你宝贝当蓝的，那是绝对的。鸡巴鸡巴，贴吧贴吧，贴吧贴吧，你，你哈喽，一个。怎么这么可爱一个？
也得逞，你看他不走啊，我又没有，我又没有不让他走，他就是太爱我了，不想走。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不行，离开我。你也有先问过我的意见吗？这个女人太狠了，你看她爱到我扒着我不放啊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她很喜欢我，说也可以追踪你们。哇，谢谢你，谢谢可乐王的告白气球，告白可乐王。要先让七个渐渐失眠，不然他会以为只有你能选。他不需要，他有我就够。这句话好熟悉，为什么？我没告白，不是，我刚刚没有看到，不然你再一个嘛，我现在给你。你再一个，你再一个，我准备好了。我准备好了呀，我准备好要告白了。我的告白呢？哼，切勿相信来历不明。我说要等你们的告白气球，他们就温馨提醒，切勿相信来历不明的储值消息与管道是什么？没有人想送，好吧。想要的时候得不到，回敬你也放你鸽子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我也回敬你们一个小象啊，睡眼多了。好的，拜拜，我走了。哎，好啦，不要啦，抽哎，抽下。好啦好啦，这个他的名字叫做健身达人哎。哦，我看到那只小猪猪在健身了。什么时候上工的？今天喜欢健身达人。不是，我刚刚才看到我的小猪猪在健身。今天到哎，今天不知道哎，等到蹦蹦来找我，但我不知道他几点回来，他说他九点半回来了。谢谢代发的告白气球，告白代发。你看，还是有人想要我的告白的。那晚餐等一下吃，等我直播结束。我现在跟你们边聊天边吃饭，我一定一下子就吃饱。这几天胃口不好呀。我就不能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下次还补偿你一个，我还没什么。胃口不好，只能吃一个便当，吃不下两个便当。这个小老头，小肚子。我根本就是在惹他生气。请你不要破坏我的衣服，谢谢。
哎，你们还没有跟我们，你们还没有跟我说 GU 到底有没有，还有没啊 ？GU 到底还有没有卖这种长袖薄 T 恤？请你不要欺负我。快点。他不理我了，一定有啊。真的吗？要变短袖？我他的领口有点松掉，我想要，很想要那个补货了。当逗猫棒可以。你有看？我没有看《灌篮高手》。你看，虽然他讨厌我，但他还是爱我。寄过来，奶奶，你还是爱我的吧？寄个过来，奶奶，你看，过来，你不爱我了吗？那我要把等一下，寄个过来，寄个爱我，寄个过来。看他还是爱我的，他就这样乖乖的坐下了。嗯，是这样子，你爱我，对对。你去吧，你不爱我你就走吧。他爱我，各位，他爱我。你爱我。真可爱，尾巴怎么越动越快？肚子酸疼。为什么他很明显的就是他非常的爱我，对吧 ？Tik， 是不是？是好。Tik， 你这么爱我。请你不要再甩尾巴了。你不要再跟我生气了。第一个翻白，那个眼神就是明显表示出来，就是非常心甘情愿。对吧？刚刚睡着，好，赶快去洗吧。可是我今天好像差不多也要关了。梦之河，因为哦，是梦之河哦。鸡宝宝，我还没有看到那个头贴，你现在再换回来一次，这样我舍不得去洗澡。哎，你等下要洗洗睡了吧？洗澡去，刚刚差点睡着了，还没洗。你少在那边学人家，你是不是洗好了？你还没洗好吗？
我刚刚一直跟你说，哎呦，你不要生气了，你再放回来，我再看一次就好。还没啊？那我今天要下播了哟，我也去洗澡。这样子这么多人洗澡，刚好找到哦，是这样子，是我一定很生气。你不要生气，对不起。我刚刚忙着，跟 Tiger 玩。果果晚安，你也要下了，大家都要下，不要啦，你们等我，你们陪我下播，别走，我现在就不，现在就念榜。真的吗？我念榜了，约在一起一起洗。哦，你们都一起洗澡的，难怪。你不是，我还没有念榜啊。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果果人。哦，是这样子，那哇，初次见面你好，换好了，是他们要一起洗哦。我也喜欢这个呀，这是我喜欢。你今天怎么那么浮夸？有吗？都一起洗哦，何况这37度的洗。不，我会一直持续37度。来上家的，突然变成难以理解。换回来，我看到了，这是我知道呀，那个是我的那个生日的那个。太棒了，大家都有难言之隐。欢迎大家去洗澡。好了，我要念播。请问，小吴去洗澡了、哦？那个带芭蕾德全嘞？加速啊哈，很难上加难。要念了吗？好，我念。你们都一个个都陪我下播。嗯，那可乐王嘞，黑一节课嘞，在呀、啊。哦嗨，好，我赶快念，赶快放你们去洗澡，还有去睡觉。今天的第10名是可乐王，谢谢可乐王。第9名是玉，谢谢玉，玉还在吗？第8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哇，你要跟我帮我跟大家说谢谢哦。第7名是马吉二号，谢谢。啊、哦，谢谢！第6名是德全，谢谢德全。你看 Tiger 非常的捧场哟。今天的我电去哪了？今天的第5名是这个竹轮，谢谢竹轮。第4名是耳机宝宝，谢谢耳机宝宝。第3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2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第1名是代巴，谢谢代巴。爱心，头顶爱心，嗯，头顶很好看吗？头顶不好看，爱心。今天真的干脆，因为我想要去吃我的便当，迎接我的蓬蓬。我跟他很久没有见面了耶，谢谢 Tiger， 嗨！怎么还在？我都用沐浴乳，嗯，那谁要减肥操？难上加难，知难而退。哎呦，今天好了，大家快去洗澡，我继续看国宝贝直播。麦当还没吃，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我安静了太久？狗狗被逼着下播，都在一起洗啊！不来一起减肥操啊！头好疼啊！我们很久没见吗？
晚安。好了，快去洗澡，先帮大家看着，快快大家。不要，我晚一点再洗。那该洗澡的请快去洗澡，还不用洗澡的话，那我们再播一下，一边洗一边看。男生才可以看，看什么？我已经洗好了。脑壳疼。我洗明天的吗？看郭宝贝吃晚餐，你要看我吃晚餐。我们也很久没见了，对呀，好久哎，还敢讲啊你？还好看直播前我已经洗好了，那可以再播一下下。便当有什么菜？我懒惰，我想要下播再出去吃。闪人，拜拜，礼拜五见。我们很久没见了，是疑问。还蛮久的吧，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爸爸，还有杰克也要去洗澡了。那我差不多也要下播了。我是面包超人。一个月前，为什么？就好像过了三年，怎么这么幼稚？肿瘤超人，这次真的要去越玩。对呀，大家快去洗澡。你可不用洗澡的就。加一啊！对吼，对吼，狗狗支持，谢谢。哎，我换了，我换了，可以洗头啊。嗨。Hello， 幻影战士二号。公式照的头发烫很，就是那个老师帮我们用的。我可以见到尾椎哦，尾椎会来见我吗？大家拜拜，我帮大家看着果果，跟吉米周一起看着我，是这样子吗？还有德全，德全说他也洗好澡了。Doris 老师，对。你自己问他。你们要一起出去啊？跟你一天不见，就好像过了24小时。直播了1个小时，就像直播了60分钟，好久。对呀、啊，你居然关心他不关心我，笑了，因为你会来找我啊，他都不来找我。一定要先洗好澡啊！给德全一个好宝宝贴纸，值得嘉许。很会哦，就像看了3600秒，超久，在非洲1分钟过去，1分钟就会过去60。有道理啊，我呢？耳机宝宝呢？耳机宝宝文件打好了吗？请耳机宝宝快去打文件。乖宝宝贴纸呢？我不给你乖宝宝贴纸，我记仇。你有一阵子很都不来找我，还没有乖宝宝贴纸。问我呢？你更是没有，你不要说了，你更是没有。记仇母汤，可恶！不小心被发现很爱记仇了。
你们小心不要惹我。我呢，嗯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开心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。开心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，一共是两天。我不要贴着阿国宝贝。金米粥越来越会那个了哟。好啊，亏我这次你还握最多的。可是你都喜欢小姑姑，你又不喜欢大姑姑。盖你小猪印章，我怎样才能有乖宝宝贴纸呢？你这次是我握手贴，哎呦，他亲了我哎。好吧，既然你们就这样子亲了我了，大家都有一张乖宝宝贴纸，两个。我觉得你们真的没认错人吗？大姐，你有买40张以上吗？我的截图显示说，你上次说算了，你手牌我改，你本来说30张，后来你说改加40加。哎，干嘛？你是我握手会第三多的哎，那我要收回你的乖宝宝贴纸，你只有小猪徽章。嗯。没、哎呦，怎么了，你到时自己算，我不用算，我相信你们。那不握了，好吧，那我就再给你一个乖宝宝贴纸，还有一个小猪印章，你都有。看不到，挡住我了。原来这样子的情，不然会很珍贵。结果7秒钟，我是50张分两步。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如此支撑我。哪有？他现在嘴角上扬哎，是有缘。我知道你工作忙嘛，我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们都忙忙的。有时间再来看看我直播啊。50张的时间够踩吗？整个50张就都踩。他说他9点半会来找我，但我不知道他几点会到。第一多啊，现在是这样子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没有啊，他没有那么爱喝啦。好像有。没有，一张是要我回。你要来让我回忆一下怎么开手牌车吗？我根本开不到手牌车，我甚至怎么开我可能都忘光光了。那时候报名，多报名了。那时候因为手牌的那个报名费比纸牌的贵一些嘛，报名不坏，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。好坏哦。嗨妈，第二天握手。好的哟，你不是说你不会来握手吗？Nothing. OK, 我要去收拾残局。我今天啊，那我来了。都在教你，那是考试前啊，考试后还需要我等下去收。Hi. Hi. Hello, everyone. 我是说10周年。你看 QQ 不？你看，那你终于来找我了。
你不要把他的头发弄乱，他蹦蹦要来找。他是不是他？他等一下。他就是我的床铺。等一下，有什么味道？为什么有爆米花的味道？你不要弄他好吗？他 settle 好了。那就不要 settle 好了。你好帅，宝贝。你给大家看你帅帅。喂，看我洗帅帅。你看，明显的他更爱我了。什么时候？现在啊，看不出来吗？你看他很开心，我抱他。你确定？很开心的。那宝贝 ，I love you。你们看这么做。嗨，宝贝。他应该没在这。没有，他都不来找。呀，宝贝，我们 let's go。不要把人家弄着，他好可爱哟、哦！我一个生理痘，弄他人家头发。我要去吃了，他跟恨你了吧 ？Peace out， 下播。我妈回家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。会去合照握手不一定。好的，又期待跟你见面。那到时候你要怎么说？你说你好，我是没有名字的人吗？开心吃饭，好的哟。玉珍晚安 ，L 晚安，静耀晚安，耳机宝宝晚安，大健晚安 ，Daniel 晚安，加速晚安 ，Goodbye kiss 呢？有 goodbye kiss 吗？汤米晚安，金米粥晚安，可乐晚安，戴爸晚安，德圈晚安，樱桃猫晚安。茶茶晚安，竹人晚安，我有甜果果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到时候见。你是说合照还是握手会？古早古早味晚安。茶茶晚安，握手会，那到时候见。博成晚安，西恩晚安，没有吗？好啦好啦，我也要走，嘻，开心。那到时候见哟，黑杰克晚安，我还以为你走掉了。我也有甜果果，你今天特别好笑。五秒，五四三。一晚安 ，peace out， 到时候见，礼拜五还要见，然后握手会见 ，peace out。